中和新南路一段93巷为防火巷，因此巷弄两侧划设红线，短短3个月就开出了违停罚单，高达2000张。那不然摩托车也没地方停啊，那你又不规划停车位，你如果有规划。啊，我们没停好，开单我们就认了。里长在陈景定议员的协助下，趁着自来水管更换、加设消防栓，才在今年8月顺利划设机车停车格。